大家好，今日就7月6日啦。咁我就同我嘅拍档就同大家咧就倾下偈啦。今日咁样就，咁我哋咧就头先讨论咗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人咧其实如果能够同命运和解嘅话咧，咁咧就会舒服好多嘅。咁啊，因为有好多人嚟讲咧，就一生咧都好强求，即系有啲嘢咁唔肯放手咁样。咁但系咧，我发觉到嚟讲咧，人嘅缘分就好奥妙嘅，系同玄学一样系无法去解释嘅。咁我经常咧，我都同人哋讲咧，就系话缘起缘尽就缘灭嘅啦。咁如果能够识放下咧，就自在。不过有几多凡夫俗子肉眼凡胎能够做得到啊？《天龙八部》嗰本书咪同佢讲咗，冇办法得明啫嘛。金庸写自己写嘅，佢自己都放不下，冇办法去放得下嘅呢啲，可以话俾你知。因为点解呢？人就系人，系归现实、啊。一去到现实嘅时候嚟讲咧。你自己嚟讲咧，嗰种自由心证啦、自我嘅谂法嚟讲咧，亦都左右咗你嘅自己嘅思维同行为。我想问问你睇嗰本书啦，《天龙八部》啦，李秋水同埋天山童姥啊，系咁争啦，无涯子。其实你觉得佢呢个两个女人，佢系为咗口气啊，定系真系好中意无涯子？其实两样，呢个先其实系两样都有嘅。因为很多时候嚟讲，若果嗱类似我哋呢啲嘅睇咗好多命盘啦，即系为口气多啲系嘛？系咯。都是为口气的，因为点解咧？我睇好多命盘咧，我哋都知啊，种种形式嘅存在嘅爱同埋情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睇唔通、睇唔透，包括我自己都系。因为点解咧？情同爱嚟讲咧，你睇得太通透嘅时候嚟讲咧，你就应该已经系全部所有嘢咧，就已经系放低嘅，系咪先？咁啊，我哋都系属于我凡夫俗子咧，即系一个好比较上嚟讲，都系一个有。情欲嘅人就好难会将某一啲嘢咧突然之间咁放低，亦都因缘未到，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就经常会喺批命嘅时候同人哋讲，你大概到58岁嘅时候咧，你就会开悟嘅。有啲人就讲，就一听到师傅会好嬲啊，即系点解会好嬲咧？你即系话咩叫未开悟？其实佢唔懂个悟字系点解。悟字嚟讲咧，好多时就系话，但系你嗰个悟字系突然之间好似呢个禅尊顿嘣咁爆出嚟，定系你系经过一段人生嘅经历，你储咗一啲人生嘅经验同体会，到嗰时，你将你嗰个心结解开咗。两样嘢都会有。哇！你突然间嘣一声，你用，即系你唔会咁样样噶嘛？你用8个钟头去整一味餸啊，都系一味餸。你用1分钟炒一碟餸出嚟，都系一味餸。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嚟讲咧，就唔识去体会咯。好多嘢，因为尤其是我发觉到咧，喺我嘅手头上好多命盘，因为嚟揾我系讲婚姻啊，讲感情嘅系相当之多。尤其是嚟讲咧，有好多唔同嘅形态都相当多咯。即系我发觉到嚟讲咧，大部分嘅人嚟讲咧，就系过于一种自我嘅感觉咯。个自我嘅感觉嚟讲咧，就系话我。要取得嗰样嘢就得噶啦，佢唔理另外一个人系点样去谂法嘅，所以咧系好难打到双打出嚟。如果唔系，点解现代社会咁多离婚？嗱，以前盲婚哑嫁咧又唔同咗，系另一种唔同嘅一种状态啦。但系现实社会嚟讲咧，就好多嘢嚟讲又要计较好多啦，咪可能。但系你男女个权力平等咗嘛？咁佢以前佢不能独立咁生存或者生活噶嘛？佢一定依靠男人。但系我哋自己去睇咧，有时佢冇咗自我噶嘛？以前封建时代咧，即系我哋话有啲人会讲最高嘅爱嚟讲咧，可以唔见面啦，唔接触啦，冇情欲都得噶。但系现实社会系真系有几多人做得到啊？圣人咧冇可能噶嘛？系咪？嗰个另外一样嘢嚟噶嘛？好似我有一个客咁样，一位女士63岁都好啦，咁佢离过2次婚都，佢上嚟都仲要睇姻缘，都仲要我帮佢求姻缘，咁我都会苦口婆心咁同佢讲随缘，系嘛？但系你能够真系做到随缘嚟讲咧，你个心嚟讲咧就要虚空。嗱，好多人都唔知咩叫做虚或者空，虚嘅时候嚟讲咧系似有还无，空咧就全部空晒。其实嗰个道教或者道家个虚空咧，其实佢讲到好虚，其实系将你抌咗你嘅固有嗰个价值观。
同埋你能唔能够包容别人，即係嗰个係好似似令狐冲咁，我觉得好奇怪，咁即係令狐冲呢咁嘅人，即係佢你见到咦咁多猪朋狗友，但係即係佢冇一个二元分立嘅一个价值观嘅排他，所以你见到佢即係佢其实讲緊一个你能唔能做到嗰种胸襟好包容嘅一种人。令狐冲嚟讲呢就我几比较鍾意嘅呢种性格呢，即係叫做即係你觉得好冇危险嘛，你田伯光你又走埋一齐，其他嗰啲魔教你又走埋一齐咁样样，但系佢亦都佢自己嗰个价值观佢系不变，亦都唔会俾嗰啲权力啊或者系去引诱惑咗，成个书系讲喺呢样。我哋啲廉贞化六坐命嘅人咧就好即系好相似咯，包容系咪？系包容咯，即系话忍受啊，包容啦。同时间嚟讲，如果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系反而容易去放低嘅。讲容易，亦都唔容易嘅，基本上。因为咩叫做放低呢？万元放下，系几多人真系能够做到啊？系咪先？所以点解为咗情而爱去自残、去自杀嘅人都相当之多。咁、有时讲咧，我哋就会话，睇一睇个命盘啦。嗱，点解睇命盘会有用呢？就系话。就算你结婚都好啊，咁两公婆上嚟睇都好啊，佢了解到对方嘅命盘嚟讲呢，真係就係话同佢对方嘅命运去和解呢，咁就 OK。但因为有啲人嘅声势嚟讲呢，係完全係一生之中都唔可能同人和解，唔可能同自己和解，亦都唔会同自己嘅命盘和解㗎嘛。咁我觉得其实最大嘅係你要同你自己个自己同自己命运和解咗先。呢样嘢都十分之难做嘅，因为点解呢？你要经过人生好多个经验啊，或者你会读好多去参透咗人生嘅嘢呢先可以。都唔係一啲好深奥嘅嘢，你有时睇啲日本嘅电影，佢好大部分嘅时间都係讲緊人生好多遗憾，但你点样去同你个命运嘅和解接受咧？你啲道员佢哋最后佢临死之前，佢都系和解佢对嘅生命嘅和解。我见到有啲人咧，一生之中就追逐名利啦，追逐财富啦，追求呢个情爱啦，咁样咧。但系往往嚟讲咧，就系一塌糊涂啦，甚至乎嚟讲，即系就困咗喺一个框框里面咧，就不能自拔，即系走唔到出嚟。就算我哋依家咁样去睇人咧，就睇得好清晰，因为做批命啊嘛。但系度到自己嘅时候嚟讲咧，有时自己都无法去决定，甚至乎最终嘅受害系一个自己添。所以咧，点解我哋经常都要话去做一啲嘢去修？修心同埋修真呢咁样。因为我发觉嚟讲，如果能够做到呢样嘢呢，人就真係好自在。尤其是呢放下万缘呢係最自在嘅。不过人世间其实嗰个修炼，其实好多时候讲到好似好神怪变神圣，其实好多时候其实係你能唔能够超越你自己，即係肉体上面嘅恐惧啦，或者係一啲叫做诱惑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不必要嘅需求啊 ，need 啦，跟住就系在精神上嘅超越。现实嘅社会里面就真系难上加难嘅。你就算揾一个地方能够好宁静、好平静咁样俾你去打坐咧，你都系难嘅，系一个唔容易。即系就算我哋咁样啦，即系讲真啦，咁我夜晚都系坐喺度啫，比较多少少啦，咁系同一般人嘅生活唔同嘅。即系你自己能够某一啲嘢可以放下，但有啲嘢嚟讲就好执意。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话咯，性格嚟讲系主导咗一切。点解我哋咁中意去睇紫微盘呢？就系话一宫去管咗十二宫。就话你睇到个命宫坐嗰粒主星嚟讲呢，其实就系你嘅性格嘅主要嘅成分喺晒嗰度。如果一路坚持都系用呢一种咁嘅态度啊，咁嘅行为方式去做嚟讲呢，好多时候令到一生之中嚟讲都决然一生咯。但有啲人嚟讲就唔系好明白，唔系好理解嘅，即系唔系一点就明㗎嘛。如果唔系点解会成日都搵我哋啲术数佬嚟要倾谈一下，哎呀阿师傅，点解我咁样嘅？点解我咁样嘅？点解我咁样嘅咧？咁样啊？喂，但系有啲人嚟讲，你同佢讲，你系咁样嘅，你系咁样嘅，你应该点样去改善？佢系唔会听你讲噶。到若干时间，佢再翻嚟话俾你知，阿师傅，我又系咁样重蹈覆辙，人生系不断咁重蹈覆辙。咁啊，好多时候我已经会话俾佢哋知，睇你嘅命盘咧。
你大概咩年份嘅時間呢，嗯，你就已經能夠呢懂得人間世情啦。嗯哼，有時會係咁樣。嗯哼，不過嚟講呢，就係呢一樣嘢嚟講好深奧啊，講到呢樣嘢。可以好淺喎，亦可以好深。係啦，可以好深，可以好淺。因為有好多人嚟講呢，就一又不斷咁樣去追求嘅。嗰、那個自己命運同自己嘅命運咧就對抗，我唔係咁樣嘅，我應該係咁樣嘅咁樣。咁樣嚟講咧，如果你係一個局外人咧，你見到嚟講咧，你就會覺得咧，覺得佢好多遺憾啊，或者一啲又唔係又唔係唔得嘅，即係譬如你好有大志想做多嘢，咁你要睇下你命運嗰陣時係咪啱做呢樣嘢，或者係你可以係潛龍勿用，修練下先啦。咪時機到嗰時候你先再發揮。跟住佢就會同你講咧，我自由噶嘛，我思想可以自由，我行為可以自由，我中意啊。咁样就变咗乜嘢呢，就变咗一种自我为中心啦，本位主义啦。咁样其实佢唔会察觉到呢，其实喺佢身边嘅人呢，或者喺工作嘅地方里面呢，其实係得唔到一个好好嘅一个沟通啊，甚至人哋好 appreciate 佢，可能工作能力好强。但问题嚟讲呢，就係话呢，係人哋喺个心里面呢，其实係唔鍾意佢嘅。出嚟唔中意我唔紧要噶，呢啲咪叫做我行我素咯。因为一个咪睇你做咩工作咧，又唔系 absolute。即系譬如你可以做一啲，有啲工作你可能真系要好有 character。咁你咪做一啲可能系唔需要管人或者俾人管，有啲人做得到噶。嗱，群体社会里边嚟讲系大家互动噶嘛。除非你话我要入去深山去修炼啦，咁就另计系咪？当你喺情路上喺婚姻上面唔好啊，咁啊跌跌荡荡啊，癫西不定嘅时候嚟讲咧，可能要去到好年纪好大之后咧，先能够参悟咗啊，究竟系咩叫做婚姻啊，咩叫做情啊，咩叫做爱啊，咁样系嘛？咁因为点解会造成有好多一啲以情爱嘅一啲悲剧出现嚟讲咧？肯定系其中有一方嚟讲咧，就系话。比较嚟讲咧，就系话就系操弄啦、自我啦、要求对方做一啲控制，甚至乎有啲命盘咧，我见到尤其是咧杀破狼嘅命盘嚟讲咧，好多时嚟讲咧就系话，我将嗰嚿嘢攞咗咧，我就咁摆喺度嘅啫，我撇喺度唔理佢。但如果人哋去抢嘅时候咧，我就尽晒力去同人哋搏命去抢咗翻，跟住再攞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将佢撇喺。咁你见到好多统治者系咁霸占人哋嘅国土，一样地方一毛不拔嘅，又唔出产石油，又唔出，即系佢都要占啦。嗱，有啲啊古书所讲咧，系嘛？譬如好似嚟讲咧廉贞或者呢一个破军一要姓南明啊嘛，不宜女命而在家作妇人啊嘛，即系咁嘅意思咯。即系呢啲嚟讲咧，就有啲星系嘅嚟讲咧，系比较上咧系容易，即系你睇得到嘅，好即系好容易，即系已经嚟讲系表露无遗嘅有啲嚟讲。咁变咗嚟讲咧，就话譬如天梁星都系噶，天梁星嚟讲都唔容易近噶，呢粒星都系嘛。咁样，但系嚟讲咧就系话。喺現實上面嚟講咧，有啲人就係話口中裏面咧，我要追求萬緣放下，我要追求虛空啊，咁我要追求乜乜乜乜乜。有啲人追求虛空，只不過講點啫嘛，避咗佢，費事講，費事解決前面嘅問題。即係同人哋講咧，就會講到頭頭是道，甚至會參加啲班咧咁樣，點知咧？坐唔够三分钟嘅时候咧，已经系摇下摇下，跟住就我唔系咁，我都经过我玩啊！我而家我都经过嗰个话摇下摇下。但系因为即系入唔到去，因为灵修咯。我知咁而家我啊 OK 喎，咁因为有啲人嚟讲咧，佢哋本身嚟讲个心性啦，同埋个缘分未到啦，咁咧就好容易咧就马上就放弃噶。咁点解我以前能够开个静坐班咧？开静坐班通常都系打一个钟头啦，系将佢哋本身嘅磁场去净化咗，同埋。万念放下，乜都唔好谂。喺嗰段时间咧，开心经啊，或者开啲轻音乐啊，俾个时间佢哋咧，系有时间让自己嘅思维啊、肉体去休息。但系好多人系做唔到。但系其实好多时系因为你冇经，系、那个心性，有边个都系讲噶。
心性是最难修炼的嘛，那样东西的嘛，那你靠训练你的肉体去训练的心性会不会好一点？即是你要查到其实是做的这样东西，你不经不觉原来啊你很集中地做一样东西，其实对我见过有很多人来讲呢，他们都会借助一些工具啊，或者借助一些兴趣班啊那些，但他们都做不到。譬如有几个星系呢，我看到是真的做不到的，但他们呢就很强制自己，就话俾人知我做呢样嘢，但其实真系做唔到嘅，咁系冇得讲。有时你发觉有啲系静唔到嘛，但系譬如有啲搏击运动嗰啲，你可能你上到去，你真系要好集中嘅，系喺嗰个集中度进入静。因为如果你净系喺度打慢力嘅，即系粗暴嘅，你遇到高手咧，你就会被打。嚟讲系要经过一段好长时间，都唔需要嘅，即系去训练啦。都唔系咩嘢都要训练。咁即系话我成日都有时都讲，我话你我乜嘢都唔识噶，你同我斗坐喺度咯，系嘛？唔辛苦噶嘛，但系辛苦。但系你譬如茶道咁，你好集中，开始你会 enjoy 呢件事，佢有个美学，有点心，但系唔准你讲嘢。因为有啲人咧，佢教你聆听呢个世界，静观呢个世界。譬如好似我开过好多班咁样，都有咁样，你会发觉到嚟讲咧，佢哋上完呢个班之后，或者上完一堂之后咧，佢哋个情绪咧就冇咗噶啦，嗰种。有翻到屋企就回复翻佢自己自我咁样一样嘅啫，即系等于一个小朋友喺课堂上面表现得非常之严肃啊，非常之听话咁啊，一去到一出放学嘅时候，跳跳蹦蹦已经系回复本性啊。所以嚟讲咧，呢个嚟讲咧系对一个人嘅 self control 系真系好难，难上之难嘅嘢。但系最近你有冇睇到呢？有啲日剧咧好好睇嘅咧，即系讲或者有啲人咧，譬如一个女仔吓廿零岁，佢感情生活好唔美满嘅，跟住咧就佢自己喺嗰个便利店嗰度打工，但系佢就系每一日佢就系揾个美食，佢同一个美食之中咧，我点样样一人前都好 enjoy 个生活，佢知道美食去 comfort 翻佢自己个受伤个灵魂，一路一路进展。其实呢啲系好简单嘅可以做，反而日本人做得好落地添。佢其实佢嗰个节目，佢系漫画延伸变成一个电视剧。好多人即系呢个系你每一个人 everyday 都可以做嘅嘢嚟。依家嚟讲咧，因为资讯爆炸啦，有好多人咧就我成日经常都见到有啲人咧一放工咧就翻屋企咧就唔睇电视啊嘛，就上网噶啦咁样。但系我哋察觉到咧，但佢冇吸收到一啲任何资讯。最大问题就系咧，好多时候嚟讲咧，系分辨唔到有啲真定假。好似讲打坐咁，有啲人真系照住佢去打咧，有啲人讲到头头是道咧，点知出咗事嘅？咁呢啲嚟讲，我即系出咗事，中咗邪。有啲嚟讲，即系入咗啲液气喺身上边啊，沾染到啲唔好嘅嘢。同埋嚟讲咧，就系话。即係有多嘢，佢哋係唔會去 prove 嗰樣嘢先啦，係嘛？咁變咗嚟講咧，好多時候嚟講受到嗰個影響係真係好大。出咗好多一啲唔係幾好嘅情況都有，譬如好似有啲嚟批命嘅人都好啦，咁啊，即係佢哋都曾經講過佢哋啲不愉快嘅經驗俾我聽。不過我哋唔係講呢啲嘢啦，咁啊。其实嚟讲咧，我哋今日嚟讲就系叫做有偈就变咗倾偈。嗱，不如嚟讲咧，我哋今日又讲翻啦，就係话。今日有偈系讲啲乜啦？济心一处，无事不办；伤人之语，如水覆地，难以挽回。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嬲或者生气咧，系一种无知嚟嘅，系无济于事。但系嚟讲又好无奈，又其实嚟讲咧又顶佢唔到。正因为小悟啦，小悟嘅意思就系话好少去领悟得到，放唔低，得之故。即系咩叫得之故咧？就好多嘢咧就放唔低。但系其实你话啊 ，anger 即系一个叫做英文叫 anger management 啦，或者系你控制你自己惊恐啦，嗰啲系啦，愤怒跟住我哋成日都讲，哎呀，你要睇得开啊，你识控制啪啪啪。但系你冇讲过个训练嘅过程，或者我每一即系普通嘅人每日可以做到嘅训练，即系呢个先至系最紧要。其实我哋刚才跳晒，即系好多我哋所讲嘅嘢，或者见到命盘嗰啲，我只可以话俾大家知，系一个字难。是真的好多嘢系做唔到，讲就得。你话知易行就难啊嘛，咁我哋继续啦。金钱咧只可以化妆你嘅外表，道法咧就启悟你嘅内在。五官嘅刺激嚟讲，
刺激咧，唔係你真正嘅享受，內在嘅安詳先係你下手之處。嗯、自尊太強、優越感太重嘅人嚟講咧，係好容易不堪一擊嘅、嗯。有少少逆境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徹夜難眠啦，不知所措。妒忌別人啦，仇視異己啦，就等於咧就將你自己嘅命交俾人哋咁解啦。誹謗人哋啦，含血噴人啦，去污染咗自己嘅嘴巴。好啦，輕中咗道德道聽途說啦，就好説好似一隻傻傻更更咁樣啦。別人隨便咧去抌一個石頭咧，就馬上去執啦。好啦，唔能夠把握現在，就唔能夠有永恆。人嘅心唔好。環保啊、治安、自然都唔好啦。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害怕嘅。最緊要就係心中冇事，呢、這個叫做乜嘢呢？叫做真修啦。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傾偈咧，就傾耐咗少少嘅，因為咧就我個拍檔咧，佢就有感而發，咁所以先咧就長咗啲。好啦，今日嚟講咧，就跟住嚟講咧，我哋就要睇一睇咧，就我哋。在年初咧就曾經講過紫微斗數嘅四化咧，貴破巨陰貪。咁因為今年嚟講咧就貪狼化忌啦，咁所以嚟講咧都曾經都講過噶啦。曾經講過乜嘢咧？就預示到咧就今年咧係會有相當之多嘅叫做娛樂圈嘅性醜聞啊，即係我哋叫做。咁你即係年年都多嘅啦。今次嚟講係個風暴啊，直情係風暴啊嘛。會唔會多過呢個蘋果年代啊？嗱，唔係貴破巨陰貪嚟講咧，即係我哋講貪狼化忌啊嘛，係真真正正嚟講個演藝圈嚟講咧，直情係叫做話台灣嘅 Me Too 嚟講咧，係徹底即係叫做毀滅咗整個演藝圈啊嘛。因為事發嚟講咧，其實就係由一個台灣嘅藝人咧黃子佼啦，係咪先？咁啊爆咗好多其他藝人嘅嘢出嚟啦。咁啊，甚至乎嚟讲佢哋嘅私生活啊，佢哋嘅即系性丑闻啊，呢个闹得好大啊！闹到喺台湾嚟讲，一讲呢个嚟讲咧，就系话个点击率都相当之高。香港都有少少讲嘅，但系就讲得唔多。咁但系只不过我哋今日嚟讲咧，就当点心咁样讲一讲，因为贪狼化忌，尤其是贪狼呢粒星啦，咁样贪狼呢粒星嚟讲咧，系桃花星嚟嘅。咁如果我哋成日都經常講殺破狼星系嚟講，佢貪狼化禄咧就相當唔錯啦。但係一貪狼化忌咧，好多嘢都掉翻轉曬嘅，全部都係一啲反面啦。唔係你講講貪狼係代表咩先？嗱，貪狼喺命宮嗰度。嗱，貪狼嚟講咧，就本身嚟講咧，嗱，淨係一個字嘅啫，貪，好多嘢都貪嘅。嗱，物欲啦，情欲啦，任何嘢都會貪嘅。咁所以嚟讲咧，贪狼嚟讲咧，亦都可以讲好 aggressive 嘅，咁啊好进取啊，系进取嘅。但系嚟讲咧，有啲紫微斗数嘅书就讲咧，贪狼其实系一个修行之星嚟嘅。嗱，如果你有听过一个佛家嘅故事，我唔记得咗啦吓。咁啊，讲一个女子嚟讲咧，系要同500个男性咧就发生性关系之后咧，先修行成功嘅，真系有呢个故事嘅，系记载系呢个咁样故事。咁咧就贪狼呢粒星，你要人间有经历帮你系啦，人生经历。嗱，贪狼呢粒星就系啦，嗱，贪狼呢粒星嚟讲咧，佢代表咗，亦都可以代表正财，亦都系偏财啦。咁亦都可以话系，喂，你摆咩工位先？系桃花，唔系你摆任何工位嚟讲都有咁嘅性质先啦。咁譬如好似你摆呢个田宅宫咁样，咦，贪狼嚟讲可能会突然之间有笔财翻。翻嚟都會有嘅喎，咁你宅厄宮梗係唔可以咁講啦，宅厄宮嚟講係生殖系統啦，係咪？父母宮嗰啲咁貪狼代表咩？係啦，父母宮嚟講貪狼咪可能代表你父母嚟講係相當之惹桃花㗎，甚至係非常相當之風流㗎，會有㗎，咁會有咁嘅情況㗎，要睇下整體嘅命盤咯。遷移宮咧，你好中意旅行啦？啊，遷移宮嚟講係中意貪玩啦，但係你講即係話你出去外邊咧係好惹到桃花㗎。嗱，有啲人嚟講咧，你就知道自己嘅命盤都好啦。佢係唔會係去做一啲嘅點樣去駕馭自己嘅命盤咧，係反而嚟講係放縱啊嘛！哇，我知道我自己有呢樣嘢嘅時候嚟講，我反而仲更加要好似嗱，殺破狼星系嚟講咧就係好多嘅，你譬如再加埋鹹池啊。再加埋呢個天姚啊、龍池鳳閣啊、六泉啊等等，都係有桃花性質嘅咧。佢哋嚟講咧。我的盤都是这样的啦，师傅都说的啦，那我就只去做多一点、这些贪欲的东西、就会有这个情况咯。有些人是
唔係頂得順嘅，唔係講唔講頂得順嘅時間咯，係其實嚟講咧，唔係身體上嘅頂得順啊，而你成個命嘅，你個命嘅頂得順，即係譬如好似你啊王力宏咁樣樣，你行運嗰時頂得順，你唔行運時咪冧曬咯。會有噶，我同你講，所以嚟講咧，你去到貪狼嗰個年份嚟講咧，其實都會出現好多一啲刺桃花啊，一啲情慾事件啊。甚至乎嚟讲咧，系男女嘅情人咧分手都好多噶，甚至离婚率都会高啲噶，大家不妨睇一睇啊！啊，所以嚟讲咧，贪狼化忌嘅年份嚟讲咧，系对于一啲人嚟讲咧就唔系咁好嘅，大部分都唔算好，因为贪狼亦都代表咗娱乐啦，咁啊好多娱乐事业嚟讲咧。都會走下坡啦，即係可以係可以咁樣。因為靠嗰個桃花去吸引觀眾嘛，你冇咗。其實嚟講，所有嘅星嚟講都一體兩面嘅。好多時候嚟講，佢有佢優點，同埋有佢缺點。只要你能夠運用到佢嘅優點，而摒棄咗佢嘅缺點咧，咁你咪安心自在咯。但係好多人係唔識噶嘛，包括我都係啊嘛。嗱，係咪先？你要記住，能醫不能自醫啊嘛。呢句説話係好多時都係咁講啊。你把口啊講得好叻啊，未必你真係醫嘅。咁你經歷過，你冇喺經即之後喺度係感受力咯。你真真正正去做嘅時候嚟講咧，就做唔到嘅。有多時嚟講咧，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命運弄人，天意都弄人。咁所以嚟讲咧，能够做到嘅好接近啦，咁已经系 O K 噶啦，系咪？好啦，另外嚟讲咧，就啱啱就咁巧啦，上个星期嚟讲咧，就有只马啦，文明之光啦，咁跑完之后就心脏病突发啦，咁呢啲啊真系大吉利事嘅咁样。有咩咁大吉利事啫？点解咧？嗱，因为叫做咩？嗱，因为点解咧？因为喺97嘅时候咧，97年嘅时候咧，即系香港未回归，其实根本就系啱啱移交咗之后有一场比赛咧，有一只马叫胜利97啊，有只马叫胜利97啊嘛，咁跟住嚟讲咧就呢个马叫咩？呢个叫文明之光啊嘛，咁啊跑上一次够有马断咗脚咯，断咗脚，跟住人就毁灭咯。系啊，咁代表咩？跟住之后嚟讲咧，就大家都会感觉到系唔好啦，个心情唔好啦，同埋系咪会唔会有啲唔好嘅事会发生咧？会咁样？唔系，唔好嘅事就一定会，但系你系代表边一个先？代表个马主啊，定系代表个骑士啊，定系代表马会？你又讲得啱啦。嗱，马会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慈善机构嚟嘅。咁你見到嚟講咧，有一隻馬嘅名字啦，有時大家都覺得係不吉利啦。咁首先嚟講，令到個馬迷啊，或者一般大眾嘅情緒咧，都唔係咁好嘅。但佢哋唔會改啲不吉利嘅馬，甚至乎我知，甚至乎嚟講，一隻文明之光突然間不治，咁梗係大吉利事啦。即係我哋咁樣講。咁好多嚟講咧，從玄學嘅角度去睇嚟講咧，即係話某一啲事件啊，甚至名字咁樣咧，就預示到咧。將來可能會有一啲唔係咁好嘅嘢會發生啦，咁樣。咁你話，馬會只馬死咗，咁可能馬會嘅收入又少咗喎。咁相對嚟講，嗰個喺慈善嗰方面嘅工作嚟講，或者嚟講冇咁多資源咧，係嘛？即係可以咁樣。咁你哋救下嗰個珍寶海鮮房就龍個龍椅沉咗落去啊！咁而家一年幾之後啦，咁點冇藥？咁其實嚟講都你可以咁樣講啦。咁但係嚟講咧，就係話，因為咧喺玄學嗰方面咧，有時有啲嘢真係好玄。我成日都話咯，玄學咧就係好多唔同嘅巧合而造成噶嘛。咁所以嚟講咧，你話單一嘅事件係咪又係代表唔好咧？只不過就係話，我都話我哋今日呢兩個題目嚟講係點心嚟嘅啫嘛，即係俾大家睇一睇。喂，有啲咁嘅事發生喎，咁將來會唔會點咧？會睇下會點？係啦，冇錯，即係睇下會點，因為。順利97嚟講咧，嗰陣時嚟講就人道毀滅咗啦，咁樣咁真係好大吉利事啊嘛！咁你即係移交咗之後第一場比賽咁樣，咁好似嚟講咧就係話即係個名叫做順利97，咁係咪叫做好唔順利咧？咁變咗咁樣，咁係咪啊？都可以咁順利啊！97都可以咁啊！順利而家咁當然冇打交啊，係啊，都順利咁樣。咁咧呢個生活玄學嚟講咧，咁我哋啊當即係閒話家常咁樣去。嗰時佢話個花車唔知撞親人咯。冇錯，喺英國喺香港嚟講就撞死咗一個女士啊嘛，97嘅時候嚟講咁樣。咁嗰個因為英國嘅人士啊嘛，咁即係話
咁即係話咧，亦都可以咁解釋嘅。咁啊，英國嚟講淡淡喺香港嘅影響力慢慢淡化啊，甚至乎嚟講有好多唔好嘅事件去發生啊，甚至從大卓爾夫人夫人撲街咁係咪啊？咁啊，同呢個主權各方面嚟講咧，就引起好多風波啊咁樣。咁大卓可以咁大卓撲街咁啊，英倫夠死鬼著咯，冇用。咁都你英國經濟幾好而家？可以唔好咁講嘅，但係因為佢嗰一下一撲嚟講咧，係真係嚟講咧，大家都會你見到一個老人家咁樣撲撲都唔係好事。佢冇腦啫嘛，成當時都六啊幾啦，就小朋友重腦。即係所以嚟講咧，就唔可以用一種咁稀少路馬去睇一睇，因為咧有一啲事件咧個天咧係自有啲安排嘅。咁甚至乎咧，我哋成日都咁講啊，即係話佢有啲牽使話俾你知。其實玄學好多嘢咧就係種落個因，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個果出現啊嘛，係咪先？不過啦。戴翠莉夫人臨落台嗰時，英倫頒咗個最高勳章俾佢噶。係，咁佢都一生貢獻好多。咁好啦，咁我哋咧就停一停呢一節，咁啊跟住下一節再翻嚟嘅睇一睇紫微方。看